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欢迎来上 Room Teaching。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个圣经节，就是诗篇的104篇的第15节。我为什么要分享诗篇104篇？是我昨天晚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文亮，104篇是我非常喜欢的圣经节，那他的了解说他有限，那你是不是可以来做分享？那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大概在1975或1976那个左右，那我们一直有联络，甚至在我姊妹安息我在美国的那两个月的期间非常的痛苦，他是可以不断的打电话来跟我谈，甚至 有一次我哭到一个地步，我就好像觉得我瞬间灵魂出窍，我哭到一个地步，突然间因为都是我一个人，然后就哇，就突然间发现那个我讲不出了，就好像我离开我自己，哇，那我赶快，大概我赶快就停下来，然后拨电话给他，然后他要问我说文亮有什么事，我说你就不要问我了，你就一直为我祷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次，我也记得哪一天，这样的经验我大概有三次，哇，然后他昨天打电话给我说文亮来分享诗篇104篇吧。为我们这个弟兄好，那我今天就来分享诗篇104篇。那我要分享的是第15节，第15节，我要就是上帝他又让我，我从第14节开始，14、15节，上帝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可以供给人使用，使人从地里可以得到粮食，所以从上帝所赐福的大地可以给我们粮食，不只是菜蔬而已，然后又给我们从地里面的这些粮食呢，可以经过后置，人为的参与变成酒，变成油，那变成能够养人心的美食，那我今天会讲的是中间的那一节，得油养任人美，得油任人面。我的题目是痛苦的时候请保护你的皮肤，痛苦的时候请保护你的皮肤，或者痛苦的时候不要有一张老脸，不要有一张像猴子一样的脸，不要有一张痛苦的脸。我其实，有点自己在反省，说自己痛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就是，跟我保持距离，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不知道讲什么，还有一个可能，是我自己的脸很难看，那种忧郁的脸，就是OK， 忧郁的就是OK， 忧郁的脸就是OK， 就是忧郁的脸，忧郁的脸。上帝说，从地里面长出来的可以让你得到油，而这个油呢可以认人的面。哇，上帝这么重视我们的脸。我的确有个改变，我可能长得英俊，对不起，我现在我自己说，所以我向来不擦什么男士的什么什么，我就用过一次，是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整个那个小组那个基督徒的这个团契里面，没有一个人有女朋友，我大学是念中原理工学院的，所以我们那边都是男的。所以我们整个团体都是男的。那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分享说，我们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女朋友，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那当中只有一个人他有女朋友，当然他最后也不是跟这个女朋友结婚。那这个弟兄后来在聚会所，他现在还在召回聚会 ，OK， 事隔多年我都还记得。他说他有女朋友，他说我有女朋友，你们没有女朋友，关键在丹顶华霜。坛酒，日本的坛酒，有个法霜，我的国语不是很标准，就是一种长长的像牙膏一样挤出来是有点绿色，大概绿色混来之后，就是我长期没有用，我现在都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呢，就擦在头发上，头就会发亮。他说，你就要擦这个就有姊妹。OK， 那我那时候就信以为真，因为反正你没有嘛。OK。那人家提供一个好的方法，所以我就去买一个丹顶的华霜。那时候我在西安堂聚会，西安堂是台北的某一个在沟子口西安堂。
那我就那一天呢、啊，我就自己试着把这个丹顶华霜给插上去了。OK 啊，那其实我也不太会用啊，反正就是，但是呢，我就插了一点点呢、啊，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也忘了我插多少，我也忘了我怎么插。反正我去教会的时候，我一进门口，那个姊妹呢，她站在那个招待，她就说。哎，张弟兄，外面在下雨吗 ？OK， 那当然外面没有下雨，大概是我的化霜浓了太浓了，所以我就很难过的回家去。所以，我一生里面就用过那个化霜，只用这一次，一直到今天。OK， 我就觉得了。所以说我是一个就几乎那一个人、哦、不用化妆品啊，不用这个化霜、哦、有时候会轻看别人的。有时候会轻看别人、啊、例如像 我不会擦一些男性香水，我就哎呦 OK 那个好那个啊啊什么啊什么古龙啊 OK 还有什么什么还是不是对的、啊、我讲不出来。我现在可能开始学习要擦男性香水了。 OK， 他这边告诉我们，你得良能够认得有了，得到有能够认能面。上帝所祝福的大地会长出一些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得到油啊，可能是橄榄油，可能是棕榈油啊，可能是一些的用蜂蜜所做出来的蜡，或者是一些马拉啊的这个香膏，拿达香膏啊，这都是植物，它可以做成油啊，那可以。用这个油啊来认人的面啊，可见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皮肤里面啊，最容易老化就是我们的脸孔啊，皱纹也多了啦啊，眼旁边的鱼鳞纹也多了啦，眼睛的底下还会稍微啊肿起来啦，那底下的下巴哇有好多纹路啦，旁边的话的话呢啊，这个皮肤呢越来越松弛下来了，越来越松弛下来。上帝说哈、啊，你需要有这个油，你要得到这个油，然后来能认人的面。什么叫做认？认就是知认。认就是知认。认就是使你这个会发亮。他说个可以认人的面。脸上擦以后真的那个脸好像亮亮的。还有呢，这是一种喜悦，一种自信，一种喜悦，一种提升。特别在难过的时候，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提升。我今天不是在做美容的广告、啊、我今天不是在做男性、啊、的这个 美容广告，但是我的确开始去接受这个、你做到什么程度、啊、我只做到一个了，就是我以前剪头发就剪头发，然后就洗发以后我就走了，然后呢我姊妹安息以后，我还是一样、啊、剪头发洗头发。那个，哎、欸，我看到那个理发师说，哎、欸，你们理发师有没有一个叫做，哎、欸，那个剪发跟洗头发，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好像是修脸、修面还是修脸？我讲的跟啊不是很正确。他说有啊，那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呢？他说因为你没有问，哇，那我说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次？哇，那他就用把一个毛巾弄得热热的铺在我这个地方 ，OK。然后把那个椅子啊，那个镜头，哇，就香火烫 ，OK。那我以前都不会注意这个，那我以前注意什么？我以前喜欢注意从理发店里面的椅子，我就可以知道这里面有几个理发师，因为理发师的数目加一个一就等于是那个椅子 ，OK。啊，所以有时候我会去反推，就是我常常注意这些不是很重要的，不然我去注意啊，头发会不会吸附在地面上？反正我这个脑筋啊，总是会注意一些跟数理有关系的。那他就说，你怎么在这边剪头发剪的这几年来，你都不知道有这个修理啊？我就说我对这个不重视啊，所以我那天呢，他就啊帮我弄了热热的，然后啊拿一把那个刮刀啊，把我脸像是猪皮一样，咵咵咵咵咵啊刷一刷。然后呢啊，然后剪剪我的鼻毛，然后呢啊，擦一点啊白色那个什么油，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眼睛闭下来啊。OK， 反正我知道他给我擦点油，然后他说弄完了以后呢，他就叫我看一看，哎，我变得比较白，哇，一个男人
修炼以后，哇，变得比较白，白色的白，哦 ，OK。然后呢，哎，我说脸变白了，他说对，我看到您的脸，好像您的脸也变白了，哦 ，OK。我说脸还会发光，他说对，你的脸好像会发光一样啊。当然，我现在讲的光不是摩西在啊西乃山遇见神的那个发光 ，OK。但是神告诉我们，你要有个习，认人，他有认人的面，一点油可以认人的面。你今天如果看我的视频，你如果觉得我脸皮会发光，是我今天上午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来上视频的课以前，我第一次给自己擦一点日本的马油。那你说马油不是给擦马的吗？哎，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家里就一个马油可以擦。OK OK， 那我就弄点马油擦擦自己的脸，说你看看我今天脸上是不是有发光？哦，没有人反应。OK， 算了。OK， 所以啊、所以那个。酒能够认能面，认是一种滋润，认是一种喜悦，认是一种提升，认是一个发亮。那为什么要认人面？其实上帝希望我们有个种喜悦的脸，有个喜悦的脸。因为脸如果臭臭的，脸如果、很难看，其实别人不太敢接近我。那我在痛苦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当然脸会不好看。所以啊、痛苦的时候还是要保养皮肤，不要有一张老脸 ，OK。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继续保养自己。我现在是对男士讲话啊，我现在不是对女士讲话，因为啊，我对女人不是很懂 ，OK。但是呢，痛苦的日子还是要保养皮肤啊，特别是我这种老人，已经啊呀，我真是老人，哎呀呀，那要保养皮肤，不要有一张的老脸，那要用油。所以呢，可能还要研究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油啊，可以让人的脸可以发光。那圣经这样讲得很清楚，它是用从地上长出来的，所以可能是橄榄油，可能是棕榈油啊，可能是一些的从地上长出来的啊，这个动物的油。那也许我有一片，再来讲一讲男士的这个用油啊，是连发光的化学的分析跟这个物理的成效啊啊，那啊。当然了，我可以从分子啊，从化学的分子来讲啊，从这个表面的单层的分子排列来讲，到一方面可以跟啊皮肤能够有密接，一方面可以减少水分的散失，然后对于阳光的光谱的反射。当然，圣经没有讲到这个，圣经说你需要有油可以认人的面。那我更重要的。更重要的体会是什么？那我需要有上帝的膏油，上帝的膏油，使我的脸能够重新的发光。痛苦久了以后，那个脸会慢慢的被定型。痛苦久了以后，那个脸就是那个样子。痛苦久了以后，就是这边的纹路会越……我就觉得我姊妹走了以后，我上面这个纹路呢多了一条。我以前是。两条，那我现在是三条，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啊，皮肤不怎么搞的啊，那还有很多了啊，我的眼睛开始浮，我的眼睛现在很浮肿啊，很浮肿，那、所以原来上帝还是在乎我们怎么照顾自己，原来上帝认为照顾自己不是只有人心，也包括自己的皮肤，哇，原来自己的皮肤是上帝这么的重视。尤其是脸部的皮肤，圣经这边说得油能够认人的面，人的脸孔呀。那也许不是只有光线的反射，也许带一点方向带点美好的味道。当然，我不是指香水说的。我是常常认为有些男性的香水我闻起来好恶心 OK 啊，但是上帝说要我们用油来认能面。亲爱的主，我今天所分享的是我不懂的，但是我的确知道我在痛苦的时候，我的脸越来越像猴子，好多的皱纹，我的脸越来越愁苦，我的眼睛越来越浮肿啊，我甚至越来越不修边幅，我出去的时候可能也不用洗脸，我讲道的时候我可能也不在乎，反正我就是有个难过的脸，我是一个
有一个难过脸的圣徒，或者是有一个难过脸的老阿公啊，或是有个难过的脸的一个怪叔叔啊，那啊，主啊，那我也不知道要取液水啊，因为姊妹已经走了，啊，那。也许我跟我的姊妹根本不需要，啊，是不是有认人面来取悦他，已经完全不需要，啊，但是主你在这个时候，你告诉我们是要得有来认自己的脸孔，啊，不只是一个实际上的有，我更祈求那个圣灵的膏油，我更祈求圣灵的膏油，主啊，你知道，你何知道我何等的需要。因为我是处在一种越来越自我放弃的日子，越来越没有盼望的日子，因为盼望久了会越来越绝望。别人认为这是一种仇敌的工作，使我越来越难过。主啊，我并不这么认为，一个人难过就是仇敌的工作，这样仇敌好可怜，动不动就把责任归给仇敌，动不动就把责任归给撒旦，撒旦真的是也憋了很多的不需要的冤枉，但是重要的是自己是何等的软弱，难过的脸，悲伤的脸，忧伤的脸，绝望的脸，求主那个不只是圣灵的膏油，也让我真的是学习男性能够有成为一个圣徒的一个化妆品。主啊，我这样祷告是一个从来没有用过化妆品的一个男士的一个弟兄对你的祷告，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